林婉红，大展宏图的宏。他还活着还走了？还活着。活着不要报名字的。哦。活着只要讲生肖和出生年就可以了。好吧，你讲啊，几几年属什么？1970年属狗的。女的是吧？对。想看什么告诉我。她身上的身体怎样？要练什么经？有没有灵性？有，她的妇科一直不好。啊。对不对？啊。我告诉你。啊。这个人一到晚上。就会把门关起来、啊、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、啊、不愿意跟人家讲话、他照片带来 对不对啊晚上睡不好，晚上睡不好，因为我看见晚上有人有鬼找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们家里应该有声音，你听不见啊？他这个是他跟我不住在一起。那我问你啊，这个房子是你的还是你家里的？一个门口有个铁门的，一个铁门，就是镂空的铁门、啊、门进去，进去的左面 啊进去的右面是一个卫生间，就是一个像厨房一样的卫生间、啊、它的客厅呢是在正面靠偏左的那边。这是你的房子还是你女儿的房子啊？不是，这个问这个是我的妹妹。是你妹妹、啊、那就是你的妹妹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啊？进门之后到底往左面一点，一个客厅，左边有个客厅。哎，到底。到底。开门进去到底。啊，一个客厅。哎、啊，是你的还是你妹妹的房子啊？我这么多。房子不大，进去走道不大。啊。啊，一个沙发，颜色有一点偏深的，不是淡颜色的沙发。我没有沙发，我被家才有沙发。那好了，那你、啊、那就是我刚刚看的就是你妹妹的家里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好像还有一个小的吊灯，啊，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小地毯，哦，我都看见了，好好，哎，房子不是太大，对，哎，对，哎，好啦。他现在是末期的肠癌转去骨头嘞。我看看啊，几年属什么？1970年属狗，靠近好像肛门是末期的。他还有8个月的命，只是这样啊，求菩萨救他嘞。救他们，你要帮他念经的呀。他自己会念，他已经有念小王子了。会吗？有。看看能不能救他，我看看。哦，有点扩散，他扩散到骨头，只不过是尾椎骨。对。鼓掌。他要练什么经比较好？小房子呀，600张。600张啊。啊，你给他放15000条鱼。15000条鱼。菩萨会给他延寿。他本来已经放10000多条，还要再放多少条？还要放15000条。啊，15000条。他，我告诉你，他暂时还走不掉。啊，他会好起来，请菩萨，请台长救救他。你要叫他忏悔。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、啊、可能是他过去的男朋友，他把人就是他结婚之前的有一个男朋友。他好像没有男朋友以前。过去啊、哎、我跟你说了，你去问他就知道了、啊、这个男的可能为他很爱他，最后这个男的可能不知道为他死掉，也不是自然死了、哦、现在就来找他、哦、个子不高的、哦、哎，这个男的，你告诉他这里有2块肉的、哦、出来的那个男的、哦、现在在他身上、哦、哎，每天晚上来看他。他睡不着很久了，很久了。你问他看见做梦没有，做梦过这个人？他整天做噩梦的。看见了不啦？他拉下去了。好了、哎，菩萨救他，这样他会好起来吗？看你要念经啊，念得好不好了？你帮这个男的赶快超度掉。哦。要叫他念经，把这个男的先超度掉。哦。超度掉之后，他能看见他。他要看，我会让那个男的到梦中给他看到的。哦。你明白吗？哦。好吗？好。你这个妹妹是吧？啊、是你妹妹是吧？妹妹。你妹妹比你长得好看。
你不要吃醋啊，不要不开心啊。不会，我不会吃醋。他就比你好看嘛。啊，好看是好看。好看嘛就好看了，有什么关系的？还有现在人家命都没了，你还有命啊，对不对啊？对啊。啊，你好好念经啊。还有什么？问那个1968年属猴的女的。女的。啊。属猴的是吧？啊。嗯。好了，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了。啊，都有灵性。好吧。好。女的是吧？对，脾气很倔，不听大人话的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有一点点小的自闭，不大愿意理别人，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啊，不理别人。嗯，对不对啦？我自己呀。啊，就你啊？啊，就你自己啊？啊，你有一点点自闭症哦，你当心哦。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，有没有身体健康吗？等等啊。啊，你有打过胎，掉过孩子？有。啊，鼓掌。嗯，啊，你要把它念掉。哦。有两个。一个而已。你说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啊。两个。啊。明白了吗？你现在听台长的话，两个全部把它念掉。要多少张小王子？一个念32张，一个念21张。32张、21张，我可以叫两个都到梦里来看你的，哦，好吧？你这个人挺好的，但是你这个脑子啊，傻傻的，你这个人不转弯的。哎，我的身体健康好吗？我请你先让他看一下，腰不好。腰不好啊。啊，还有肠胃。肠胃啊。啊，你这个右腹部经常吃饱了就痛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关节也不好。关节不好。啊，你主要的问题是你们家族里面有人心脏不好，所以你的晚年心脏会不好。哦。嗯，你现在胸闷不闷啊？经常胸闷气急。现在不是以前哈，现在我已经有练。以前有过了。啊。啊，现在念经了是不是啦？啊。哎，那好了吗？ Okay.连请问我这个要放，我就是练小王子一个21张、32张。你放3000条鱼。3000条鱼就可以了。好吗？哦。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帮你看看你阳寿多少了。我是68年的猴。几岁啊？68年的猴子。47，47，48。17，17了，17。他随便说的。啊。17，18。啊，感恩菩萨保佑。嗯，你呢？晚年啊，就是身体不好，但是寿很长。啊。我不能告诉你多少岁，我可以告诉你很长，超过7。哦，感恩菩萨。对，感恩卢台。